瑞平国小毕业生恭恭敬敬为老师奉上充满感谢的茶，请我们结缘宝贝。待妈妈举办毕业茶会，老师望着孩子落下感动而不舍的泪水，很怕他们又进国中，万一跌倒了怎么办？或者是说，因为家人都是忙于生意或忙于工作，对他们也很少的说呵护那样子，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。今天的活动有点带有点哀伤，因为老师哭出来的时候让我有点不舍。瑞平国小位处偏远，学生不多，曾面临差点废校的命运。答应妈妈团队每个月在学校进行近思语教学，让山中长大的孩子除了父母师长更多一份关爱，期望人生下个阶段持续展开爱的翅膀，自信飞翔。台新闻，这是美智工魏子怡、江尚伦台北报道。